变强。赢了，燕博月，总得有人拿第一。混蛋！我还不对，就算我也是个目标，我所有的科目都是第一，为什么没有我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？部队需要的是最优秀的士兵，但不是一个杀人的机器。你额头的伤口，你的不同，你犯的错，都不必隐藏。你破旧的玩偶，你的面具，你的自我。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，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人爱小丑。兵中之王的圣地，我唯一的目标。完美值得歌颂，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？燕破月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，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猎豹的一把利剑，但是作为利剑就必须经历更加严格的淬炼。闭上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骑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刹那，你最卑微的梦，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我就是要让他体会战友的珍贵，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的成长。他们说我借了你的光，就像擦掉了污垢。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，而代价是低头。可就让我不可乘风，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。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？从容面对，才能真正的勇敢。保证中国公民的安全，是我们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中国公民在边境遭如此恶劣的袭击，是中国政府绝不能容忍的。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刹那，你最卑微的梦，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第一天训练是首先就让我真实的感受到好像来当兵一样，穿上那身军装，其实又勾起了很多我在军校时候的一些回忆。因为戏里要有很多的打戏，能够做得更加符合当代军人的这种真实感，来贴近军人的这种状态。才算英雄。